你跟住阿做咩？ 边个坏人啊？住喺兰若寺嗰个胡须佬咯，俾佢见到我哋就冇命噶啦。哦，就系住喺我隔篱嗰个胡须佬啊！我第一次佢唔系好人啦。你一个人太危险啦，不如我送你翻去啦。千祈唔好啊！我屋企人唔中意我同三个人一齐噶，佢哋好严噶。小姐，不如咁啦，我引开个胡须佬，等佢捉到我嘅时候，你咪承认甩身咯。 咁决定啦，冇俾佢见到你啊！小姐，俾翻个头你。你叫做咩名啊？凌彩臣。咁你？聂小倩。聂小倩，我听晚。